哎，大家好，我还是那个比较胖的威海老马。现在咱们来到龙城这个湿地公园旁边这个楼盘，这个是小区的主大门，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外观。小区里边呢有这个小高层和高层，还有叠厅别墅组成，而且非常牛的是啥？带有一个小区里边也带有个20000平的一个绿化广场，绿化啊，全是绿化。啊，现在带大家到小区里边去看一看，和这个样品间里边再给大家看一看。来，小赵，大家跟我走，看看它这个20000平的绿化广场。确实挺舍得啊，我跟你说，能做出一个20000平的绿化广场，确实挺牛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旁边这个就是这个。但是今天样板间呢，今天在这个下面在施工，只能给大家拍拍这个收工处理前这个样板间，就是来的样板间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而且它是中间的，这边装了一个水系，贯穿整个咱们这个住宅区一个水系。后期这个售楼处啊，后楼售楼处这个位置是业主的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啊。现在还绿化还没全做完，做了一部分。北边这个是焊接的做绿化，总共是20000平的一个绿化广场。现在带大家到这个样板间啊，售楼处样板间去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威海老马，现在咱们来到售楼处里边这个88平的样板间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给大家拍一下这个，这是他们这个项目的5个唯一，就是在这个龙城市区里边5个唯一，都比较牛的这么一个。项目，咱们现在进那个样板间里边看。这一进来就是一个餐厅，这是个88平的，它是可以改30啊。这个北向这是一个厨房，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毛坯角，这个是面向的主卧室。我要说一下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交房的时候是一个阳台，但是吧，就是可以把它改成隔开，可以改成做成一个卧室。所以说这个是2室可改3室，南向这有一个卧室，这南向的卧室主卧还算是比较大的，就是半落地窗，这边他没给做柜子，因为到时候也是毛坯轿房，卫生间呢，咱这个卫生间也是带窗的，就是通透性啊也都挺好，咱主要看一看这个，这边有个南向那个客厅啊。是有阳台的，这个完全到时候可以把这个窗把这个门呢是打掉的，完了从这儿封闭起来啊。其实这个房子还可以吧，就是88平这种小户型能做到这样就非常非常不错。我一会儿我带大家再到这个隔壁这个108平这个样板间去看一看。我是威海老马。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会给大家每天分享这个威海和荣城的所有的楼盘。